我嘅目標係希望可以 run 好呢間公司。個 final destination 咧都會係翻嚟香港，因為始終香港係一個我成長嘅地方嚟。下一次，Daisy Mama Kitchen 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未來還未來大結局，今晚9:30，99台 View TV。